换个位置，让我让我跟偶像啊多接近一下我的女神，是是是，娇小的女神，但是她歌声真有特色，你知道吗？真的不讲会以为是你的歌哎。刚刚我讲真心话，我对你这一首歌的熟悉度并没有那么深啊，我一听感觉就是她的曲风的歌，选歌也可以选出来，反正你在唱他的歌，因为他那个歌我很熟。秉志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是白安的，你永远都别想拿走。果然是女神哎，果然是女神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你这么爱白安。你想挑战谁？你好，我想挑战萧秉志的歌。哦，想呛这个原唱人怎么样？就网友都说我把你的歌唱得很像我自己的歌，然后今天我想要让大家都忘记你才是原唱。哦，有唱有唱，哦，有啊，有态度。多接近一下我的女神，是是是，娇小的女神，但是她的歌声真有特色，你知道吗？真的不讲会以为是你的歌哎。对，因为秉志这个歌就跟我平常唱的类型很不一样，然后回家就想了一下，就是既然无法跟她一样，那要怎样不一样？哎，改成自己的嘛。对，最上层的模仿就是超越。刚刚我讲真心话，我对你这一首歌的熟悉度并没有那么深。我一听感觉就是他的曲风的歌，选歌也可以选出来，反正你在唱他的歌，因为他那个歌我很熟。秉志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是白安的，你永远都别想拿走。果然是女神哎，果然是女神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你这么爱白安。对啊，他撩成这样。哇塞！我们每次录那个综艺完了，他累得跟狗一样，然后在车上卡拉 OK 天雷，然后就播出来白安那个疗愈。什么？你已经发了唱片，然后我慢慢再去听你的唱片，再慢慢喜欢这个人，那是不容易。哎呦，那是慢慢喜欢你。我没错，我如果这样问人家会尴尬啊。不会，你试着问，你试试看，试着。我可以跟你交往。不可以，不要，太突然了。不可以，你要拦我。我怎么真的要问这问题？翅膀，眼看那，眼看那，慢慢的膨胀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。